掉，模样也假醉的，伸手舍得模样激发。一下的一下想的的，只想你肩臂盖一一走黑夜一走远，你明穿多少一定真的没大下，一定得想真的一点过这一走黑夜一走远，穿多少一定真的没大下，一定想靠你这点想法。听他们的话，是风火烧你过，在他们打招呼的时候，幻想他们梦想，他们那些不能说的事情。今天他们就像西凉的祖母一样，一样当年在缝隙，寡妇们过他们在春门花开时分开，年复一年他们变得更加美丽。